前两天海燕的小孩一岁生了，都没有来得去看。然后今天看完没有事，我说买点小零食啥去看看他吧。那个人嘞？搁哪门嘞？谁人？谁人？那刚打过电话，然后他就睡了。真社会。咋哈？社会我一块接。哪像宝妈呀这？这应该是能吃。啊，你想没？你也应该也能吃。但我点了一下那种小菜。我也管吃。哎，我就是说买的东西反正他管吃不管吃，海燕是管吃。好热呀今天。我回这儿你看我。还没来过海燕这边里头嘞。我就搬到板凳会让你坐山门了。这就天亮你要玩啊。啊，我今天洗头了。跟俺家了，然后跟俺讲，宝宝他在哪儿了？我搁这里，还以为小孩在里，没有，没上呢，没睡觉了，能搁这里睡呀？一个半小时，刚才醒了，我一开又睡了。等小孩没有醒来，俺过来吃个饭，俺遇见大姑了，多巧！期待新老顾客的大驾光临，所有鞋子特价处理，赔钱甩卖，全场最低十块，数量有限，机会不多，抓住机会满实惠，错过机会价格翻倍。姐妹俩，小姨又开始逗小孩了，他不敢找你吧？哪儿了？来，走，来吧，过来吧。害羞害羞。还在害羞，还在慌张，还在高兴。你这是害羞，来抱抱你，来吧。看来还不是你。嗯。大姐，大姐。哈哈。那可怎么办呀？大姐还不害羞？这刚睡醒了，今个人太多了。害羞死了，那死来太大了。来找妈妈。你叫妈妈，找妈妈去。连妈都没有。那四个人影真的可吓人。给吃掉了。妹妹，妈妈呢？我刚扣完了。啊，也一。怪不得不找你。那还表还多呀。你瞅他这个。贴不死了你儿啊，好帅呀、啊、小帅哥，这长大不当明星都当那种，慌了我不抱你，不把你抱走，就在这儿。害怕啊，他有可能喜欢短裤吧。呀呀！我的表情，瘦的，你好不像呀！